桂冠就奖励了我海南的特产。七叶之水。椰子就算了，还是竹笋比较符合我的口味。两根。真香啊，有葡萄、橙子、南瓜，我还是喜欢窝头胡萝卜串。来嘛，一说我是最乖的，你给了我椰子，就是不知道这椰子味道怎么样。味道不清楚，当秋提还是挺好吃的。我那个就乖乖地坐着等奶妈给我好吃的。你们看，这是奶妈亲自的标语，2020年属我最乖。